暑假的这段期间，不少家长会为小朋友规划活动，像是基隆金山海域就有学校开办了水上 SUP 立桨，还有冲浪体验，透过了户外课程带学生们亲近海域。而一梯次呢，只有50个名额，一开放报名直接被秒杀。趴在浮板上感受海浪阵阵袭来的清凉快感，一旁还有学童体验立式滑桨，有教练在后面扶着，就算海浪袭来也不怕。暑假到了，民众都喜欢往海边跑，在新北金山高中就开了一堂立式滑桨与冲浪的体验课，一梯次50个名额，开放报名就马上被秒杀。金山其实是一个靠海的地区，那我们这附近有一个很棒的冲浪基地，让老师跟学生都能学会清水，然后也有一个在夏天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。拿着滑桨趴上板子开始向前滑，一个不小心还可能直接摔进海里。立式滑桨可不简单，不只考验学童的平衡感，还要有不怕风浪的勇气。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海浪会一直拍打你，所以你要想办法 hold 住。诀窍是什么？不要怕，不要太担心。难得开了刺激有趣的体验课程，也让学童们留下难忘的暑假回忆。记者蔡志恒，新北报道。